嘿，放心，我只是播很短，很短，因为我要向你们，这下面什么玩意？那个，咦，怎么回事？哎，游戏呢？哦，在这里，我要跟你们玩一个这个游戏。哎，好啊，好，因为我今天才知道这个游戏，所以我要玩这个，嘿嘿，这个很无聊，还有很无聊，我觉得挺好玩的，我试一次啊，不上去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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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当啊又有点啊哈哈哦我早上跟你们说话了我跟你说啊老刘啊啊试试啊啊这样还跳得蛮高的哦我知道了是不是跳起来的时候要说话来来都好难过真的玩不赢了吗左下角可以调节左下角哦这个试试调到最大呜呜嘿哈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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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嘿哈哈为什么嘿嘟嘟嘟嘟嘟嘟嘿哈哈哈哈哈好吧我真的好像真的过去了调到中间吗那我试试啊我应该可以过的呀刚刚就可以过去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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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啊啊嘿呜哈嘿嘿哈呜嘿
好难过。喊什么比较用啊？哦，去吧皮卡丘。哈哈，欢迎。等我，我先试试什么样比较容易跳得远。我试试，嘿，哈哈，哈，嘿，呼呼，嘿，哈，嘿，哈哈哈哈！哎，你们可以叫我喊喊扣啊，哒哒，哒哒。滴答，哈，哈，哈！哦，用这种笑比较容易。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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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啊！哒哒哒哒哒哒哇，用这个效果我可以通关了。啊哦，我已经找到秘诀了，就是哈这样笑。我这次一定会赢。啊啊啊啊啊！嘿，嘿，去吧！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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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不好意思，再玩一次了。哎呀，气死我了！我想玩第一关的。没有什么，喊扣怎么能喊？我就试一试。啊！忍不住笑死，然后但是我捂住嘴了，我不敢笑，我一笑太好了。哇，我简直太厉害了。啊啊啊，失误失误，重新来重新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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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怎么可能呢？看到没有，我已经只玩赢一关了。哼哼，好，如果第二关玩不赢，那我放弃。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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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当当当当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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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啊！哒哒啊啊！不玩了，不玩了。有没有其他的游戏可以玩啊？有其他的游戏，我找找。这有什么游戏啊？可以玩呢？我不知道有什么其他好玩的游戏了。如果玩跑卡丁车的话，如果玩那个跑跑卡车的话，应该就不能手拿着手机了。斗牛，斗牛好玩。守望先锋。我知道。我没有玩过狼人杀，好玩吗？但是旁边人不是都在玩吗？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玩过游戏了。怎么横屏了？真有戏，还一会儿卡了怎么办？穿的睡衣，我在喝奶。这个跑跑卡丁车，怎么玩不了？难道是我的？这个游里就是桌面上有一个什么豆油。豆油。啊。好，我找个试试。关键你是我的小，我下一个。这是跑跑卡丁车对吧？农药给了多少广告费？没什么广告费？谁的电脑？是小伙伴的电脑。
都在玩这个。我好像很久没有玩过游戏了，几百年没玩过了。呀、yeah, ，目测打完我都那个什么了。哎，什么都是没有。这个不是我的电脑，欢乐豆本来不是游戏。刘同在隔壁学我，他学我什么？好想看。昨天他竟然那么学我。啊？老刘？啊？啊？哼。今天好多人学我。电脑可以看。哎呀，快安装完了。嗯，我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不那么懒呢？哼，是不是很机智？如果这个是色的，我应该也是白色的。看一下，好。咦，怎么样可以把它定住呢？可以把手机定住，斗地主，哎，我想斗地主啊，可以斗地主，对呀，把这件事情忘了，这里面应该是没斗地主的，我等我找找啊，等我找一下，哎呀，他要死了。咦，我拿个小东西挡着。你怎么挡？怎么挡？嘿，等一下，可能现在有点晕，我拿一个小挡一下。嗯，怎么可以让它固定住呢？真是个问题。什么背景音乐？我没有放背景音乐啊。咦？啊，固定住了，好像，快了，快固定住了。诶，说什么不安全什么的，嗯，不管了。嗯，泡泡怎么还没有出来？再不出来，我都要玩那个斗地主了。我一般玩斗地主还是经常赢的，因为我经常懒得自己想，我就会点那个什么。嗯，他怎么不出来？在这里。嗯，你说的没有错，小心些。好，可是这个怎么弄？哎呀，倒了。你怎么弄啊？好烦！哼，不玩它了。好，等我先放在，我把手机先放在这儿，先对着零食好了。好，先这样子。哎，我想想，嗯，等一下哦。哎，我真的要直播玩，会紧张的，不能玩直播玩游戏，这个人会很紧张，一紧张就玩不好，然后你们又说玩的不好，哎呀，不打算，哼，这样不能玩，真的会很紧张。我看一下这里还有什么游戏。
我看他有什么歌啊，会紧张的，不能直播玩游戏，像直播玩游戏啊真的会很紧张，一紧张就玩不好。哎，不过斗地这种也没什么可紧张的。玩生化七，人在干嘛？人在下载《欢乐斗地主》。啊，你们也太厉害了吧！牛聪聪他那句。我啊，大家都会的，只他一个人会。太小了，好慢啊！难道我要死在这条路上？因为他太慢了。我要。放一首歌，我的摩尔庄园。哎，现在9点多了，哎，已经这么晚。好像如果太晚就玩不了了，人还在下载。我有点过敏了，很痛，还很痒，不知道怎么回事，是昨天弄的。我的手机，我感觉照出来好丑啊！而且因为什么呢？好奇怪，为什么？所以就不想照了。昨天过敏的，不知道为什么。不要，你先对着我好了，等它开始了之后我再。对了，这次直播你们不要发到那个，哎，算了，还是不要了，因为我觉得我太。我看怎么立住。啊，电脑是啥什么意思？难道你们看的是反的？哈，下完了。啊，他不让我下是吗？哦，诶，天，你们这样的话，你们都看到了我的。不要录播，什么意思？哦，因为他没有开始。暴露账号，我不知道我的账号是什么，因为在那个手机上玩的话是可以用别的东西登录嘛，我也不知道那个100%是什么，是什么歌？哦，好像是结果。
完没完，为什么我可能都玩不了了？你说我要直接现在关直播的话，你们会不会揍我？哎，怎么回事啊？我表示现在很懵哎，这是什么情况？我怎么我很懵？我这是什么情况？好，现在是9:49，我到55就关，就自己在瞎说几句啊。电脑中毒了，你不要吓我。为什么我就是这个东西吗？这明明不是斗地主啊。咦，哦，他让我我可是我没有哎。咦，听不懂了，我怎么没有办法玩别的游戏啊？好，好讲。我又给你们直播，你们看了一场我下载的东西啊，结果又打不开的。直播怎么玩到游戏？你很厉害。这是直播怎么玩到游戏？我现在很懵，我怎么样才可以玩到斗地主啊？我在这里查可以吗？试试。你先这样子，还能晕。我好想换手机。哎，这里面都是。什么情况？我好像玩不了了，我好气啊！键盘这个同学，你们好气啊！我帮他那个什么甩甩，好，再给他回来。哎呀！可是还是有哎，这个不是吧？这个都弄不掉哎，不是吧？哎呀，我摁了什么？这好像是在上面，它就是那个，这不是东西。哼，完了，我气死了。可能是因为有的带。所以玩不了，他不允许在你们面前暴露出玩不太好。好，我又关掉了。你们说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晚安晚安，你们要好好睡觉，记得哟。好，拜拜，当当，一定要早睡，不能熬夜，不然你就会傻。Give me five. 拜拜。